안녕, 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个不会肥，然后又没有鱼腥味的这个 collagen， 就是日本第一的癌细胞。然后我手上这一款呢是 jelly type 的，是柚子的味道，所以可以从这边里面这样子撕出来。然后你看这一款 collagen 呢，它是直接吃的，是 jelly type 来的，所以是不用泡水，相当方便。哦，看到吗？流出来了。很好吃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它里面就是这样子 jelly type 的，每一条都有相当丰富的这个 collagen 在里面哦。一条的这个 collagen 呢，等于1000 mg 的这个深海鱼的胶原蛋白，所以是非常非常充足的这个胶原蛋白的。这种是它没有鱼腥味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，很好吃。